2,000 years later.来中国前，来中国后，然而最尴尬的是遇到这种情况。来到中国之后，我经常收到这样的消息。一开始，我感到迷茫，全新的环境，孤身一人。但后来，操着熟悉口音的他们，亲切地和我打声招呼，像领航者一样为我指点迷津。我相信了那句话：哪里有同乡人，那里就是家。而我也能很高兴地说一句，我是复旦人。